想知道现在的电竞新厂究竟可以有多卷吗？哪怕是显示器支架也能给你玩出花样。来，今天就带你们看看这款松能 X 显示器支架。松能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代号，暗夜天使。其原因就是上臂和下臂形成的夹角，结合底座整臂均匀内嵌的 RGB 灯带，可以实现20多种光效，多种变光模式，并能一键切换。这不就是行走暗夜天使降临的感觉吗？让电竞氛围感更为浓烈。好家伙，我是根本没有想到显示器支架居然还能这么玩。在支撑性方面也是旗舰级的表现，光是承重性能就达到了恐怖的18公斤。没错，哪怕是42寸的带鱼屏也能应对的游刃有余。最后在安装方面配有独立的快拆 VESA 板，上臂和下臂为一体式设计，简单几步即可完成安装。总的来看，松能 X 显示器支架为需要配置独立显示器支架并追求电竞氛围感的用户带来了又一个不错选择。颜值拉满，性能出色，你们觉得下一个开卷的会是谁呢？